三个酷哥，三位美女，加上一种绝酷的饮料，我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？潘玮柏能否成为新兴人类的偶像？火花骑士余文乐能否另有新招？除了跨栏，刘翔能否征服更多 ？SHE 能否颠覆时尚潮流？答案都将在《要爽由自己》剧集中揭晓。5月20日起，激情上演，可口可乐亲密巨献，精彩不容错过。